哎，大家好，那个肥猫现在来录一下。这个我蛮喜欢的卡通歌曲，就是小叮当哆啦 A 梦的怎么弹？那其实哆啦 A 梦这首歌，哎，不是初级的歌曲哦，它其实是算是中级的歌曲，因为它有一点点困难。好，Anyway，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up。OK，那它前面就是弹。这样子按住全部，然后这样按住全部，OK。先弹快一点啊，OK，先教这个，按住，这边。对不对？然后前面一样按住这边，哎，你们先练这边，但是要加上这个，有没有？它有一个拍子呢，你们要仔细听。对，再一次。再一次，然后，哦，这边要回到这边来，这边不能按住，来，再一次。拍子，对，你们注意到右手打的拍子，没有，你们要抓起来哦。那它中间这个是插在中间的，并不是在正拍上面，OK。然后最后是，然后这边来了，然后，再一次，然后，那。在这边，然后，不，再一次，没有。再次这边，半音阶，好，但这边呢有一点点小困难，就是我刚刚弹。对不对？然后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起播，空 C 和弦有没有？但这边呢，其实要这样弹，就是你要右手两个一起播的，这边两个人一起播。对不对？然后这边要一起播，没有，对，对，来弹错，然后一起播，
外面、里面、外面、里面就变。再一次。然后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都是一直看荧幕，没在看我的手，呵呵，所以才会弹错。我要再一次就变。外面、里面。外面、里面、外面、里面、外面、里面、外里外右手，你看到这边？没有，再一次。然后，没有，再一次。学会啦，这个小叮当的前奏也不是很简单的，要稍微的练一下。再一次哦，前面，OK， 然后外里外里，有没有？然后。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这前奏。好，第一段的小叮当，那第二段的话，等会再录咯，下一次再录吧，拜拜。